勇闯天涯 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本场最后的晋级名额争夺即将开始。舞者们经历了种种挑战后，已经勇闯到了总决赛的门口，就像陪伴我们两季的勇闯天涯 Super X 小蓝瓶一样，生而无畏，不惧挑战。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有六个勇闯天涯 Super X 小蓝瓶，我们参与 battle 的六位舞者将抽签分成两组，三人为一组进行对决，抽到勇闯天涯 Super X 小蓝瓶就站在左边的桶，抽到的是勇闯天涯 Super X 听装就站在桶的右侧，那么就用手中的小蓝瓶一起碰个瓶，为接下来的 battle 互相加油吧。凯哥就不用讲了，他上一轮 Seven to Smoke 那么渣，然后肖哥我没有见过他battle，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差，因为我知道他会有一些招，无论阵容是谁，我担心的都只是自己跳的垮不垮。和杨凯抽到一组，那就他直接经营算了。对，我觉得那 battle 啥的，人家是久经沙场的，我们是喝一口就上脸的，对不对嘛？这个跨度好大哦。哎，但是我吧，我就觉得那就玩起来呗，反正没有喝过酒，那尝尝味道也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在这就是街舞的舞台上是第一次 battle， 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小紧张。好的，有 battle 肯定就有裁判，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四位裁判。第一位，让我们掌声有请蛋蛋。第二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冰冰。第三位呢是我们的蛇男。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 JC 俊。好的，我为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场 battle 的规则。每一组将进行三轮的 battle， 我们每轮将进行一次判罚，每一次判罚裁判举起的牌子将算为一票。最后三轮结束之后呢，积分最多的那一位晋级我们的下一轮，而两组各晋级一位之后，最后还要进行三轮的 battle，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的晋级名额只有一个。哎，只有一个啊，又是那种大逃杀。好的，我们来决定一下我们两组哪边先出场。好的，先出场的队伍是我们的 KK 黄潇还有杨凯。接下来呢有请王嘉尔队长为我们转瓶子，决定三位的出场顺序。 Go 胆 Go battle。 第一位是，那么第一位是 KK，第二位是杨凯，第三位是黄潇。黄潇老师，你平常都会，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你 battle 过。 battle 好像不能放那种很慢的音乐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不这么问了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？不，那我选一个吧。没有选的，黄潇老师，我只是问一下，让 DJ 熟悉一下你。不能选音乐的，黄潇老师。那我说，因为。我觉得 battle 的舞台上可能跳 hip hop 的呀，跳 breaking 的很多，但是我们跳 jazz 的好像很难在舞台上去 battle。对，我，所以希望大家能给你多一点鼓励和掌声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耶、yeah ！好的，所以现场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期待这一场 battle， 再过来一点尖叫声吧 ！DJ drop the beat。Oh, yeah. Round one, KK. Hip-hop, hip-hop. Hip-hop, hip-hop. 计时。
Why? 恭喜杨凯2票，黄潇2票 ，Round Two。哎，给我 KK 来点声音怎么样
3, 2, 1。蛋蛋老师，恭喜杨凯获得4票。哇！三轮下来之后，然后他的每一轮都保存在一个平行线上面，其实这个对舞者来讲的话是挺难的。这样还是好的啦，对，就很多身经百战。对，杨凯他就是 B boy battle 出来，他知道什么场合他应该怎么去跳。那 battle 这个游戏对于黄潇来说他是第一次，他跳得很不错，但是会玩的还是杨凯。棒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接下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KK， 耶，表现真的非常好，真的没有关系的，这只是就是 battle 这种胜负都是很平常一件事情，你以后多掰几次很有意思的，但是你真的表现非常棒，真的特别棒，再次把掌声送给 KK，KK 真的非常棒 ，KK。接下来再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黄潇老师。黄潇老师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。第一次 battle 什么感觉？累。还有什么感觉？哎，我觉得我还可以。就是，我自己觉得吧，反正就是挺开心的，挺爽的。然后我也没想到哈，就是音乐一放还是可以跳的哈。对对对，就是，然后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跳得更好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肖师傅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聊天，就他真的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的 battle， 那么今天看完了以后，就是给我来说会有惊喜感，而且我觉得跳得没什么太大毛病。如果要是当时我的状态，我的看法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黄潇。对，黄潇这个 battle 真的是眼前一亮。你想，一个从来没有 battle， 对连 battle 规则都特别懵的一个人上台，居然有那么炸，真是顶满了的，给了我很多的惊喜。第一轮和第二轮，我永远记得就是我们俩2-2打平，我永远记得那一步。他把那个情绪散发出来了，他会用他就是用现代舞的那种元素，然后古典舞的元素去卡一些音效，会让人意想不到。第三轮的时候，我是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上头了，我觉得那个音乐太适合跳 locking 了，然后我就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结果我看到黄潇也上来跳了一段 locking， 而且还跳了一段 walking。 对，所以说黄潇其实适应的蛮快的，连挑衅的动作就来了。哎，说这个跳到杨凯身上吧，我本来想的哈，这一招是如果我遇到乔治了，我和他 battle 的时候，我就跳他身上，但这招就用了。这只是我的第一次 battle， 如果再有一次的话，别被我逮着了。我已经有经验了。